怀孕算是娱乐圈这个月来最大的喜事了，半个娱乐圈送来了祝福，但是没见到谢娜的二弟赵丽颖发来祝福，想来真正感情的两个人早就私底下互通有无了，但是萤火虫们坐不住了，纷纷跑到赵丽颖微博下留言，不过画风有点变了，粉丝们开始各种催婚，想之前作为金角大哥，谢娜一年被催生无数次，终于脱离了苦海，没想到轮到银角小弟赵丽颖被催婚了，不愧是好闺蜜啊，最无辜的是胡歌趴着也躺枪了，因为最近盛传新剧苏东坡就要开拍，而男女主角是胡歌和赵丽颖，粉丝们自然而然的就想到如果两人能在一起画风太美了，可以说胡歌和赵丽颖也是同病相怜啊，想当年一起拍仙剑走红的杨幂、刘诗诗、霍建华等人结婚的时候，网友们也纷纷跑胡歌微博下留言各种催婚，而且之前赵丽颖在接受某采访时就明确表示过自己最想合作的男星是胡歌，真的合作的话想起一定很精彩，两大演技扛把子 PK 想想都觉得过瘾，如果两人能擦出火花在一起那肯定最好。满满的青春活力，笑得自然，笑得开心，女神的气质遮都遮不住，据说赵薇到达当地后拍摄了一组户外写真，所以晒得有些黑，跟许晴同框时赵薇的肤色明显比许晴黑了些，看完了上面的照片是不是觉得除了许晴赵薇还有不少的熟悉面孔呀，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这男的怎么有点像杨紫，那个男的不是杨紫吗？据悉这些照片是2005年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埃及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拍摄的，一起去参加电影节的除了许晴赵薇还有苗苗、石兰、杨紫、于东等人，所以看照片的男子像杨紫也不奇怪，因为那个人就是杨紫啦。